这段时间，崔永元和手机2的驻创人员的战斗愈演愈烈。某著名艺人已经因崔永元曝光阴阳合同而受到重罚，但崔永元也做好了不能退的准备。前段时间，他还曾经炮轰张国立的慈善事业，崔永元晒出自己的公益成绩单，大家对此事有什么看法？欢迎评论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